蔡徐坤最新奔跑吧路透，换上马术服后一不小心帅成白马王子。不知不觉，奔跑吧第四季节目已经播出到第七期了，每一期的节目内容都十分有看点。随着新一期节目的播出，网络上也有不少正在录制的节目路透图出来。近日蔡徐坤最新奔跑吧路透照曝光，换上马术服后一不小心帅成白马王子。蔡徐坤加入跑男家族后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彩，相信有很多原本不喜欢他的网友也对他有所改观。他也因为参加这档节目吸了一大波新粉。从最新路透图能看到，嘉宾们似乎在后期有一期节目是在马场录制的，可以发现蔡徐坤身上已经换上了专业的马术服。坐在马背上的蔡徐坤看起来英姿飒爽，英气十足。不得不说，他的颜值确实是高呀，远远的看过去，蔡徐坤仿佛就像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白马王子一般。看到这画面，让人不仅怀疑这确定是在录制综艺节目，不是在拍偶像剧吗？